公开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这是一个正，就是说哈，这是一个正三角形啊 ，ABE 哈是这个正三角形的，在这个正方形的内部，然后 BD 啊哈，这个 BD 哈和这 AE 呢交于 F。现在他说 AB 哈是等于根号一加根号三，那么他问哈三角形这个 ABF 哈等于多少？就这个三角形啊，哦这个面积等于多少？好啊，这个怎么做哈？我现在的话哈，因为他说这个是一个正方形嘛，所以这45度了。然后这个是一个正三角形，所以这是60度。好，那我现在哈就给它，所以现在的话就等于什么呢？这个图我再给它画一下，这个60度了哈，那这个是45度嘛哈，那这已知了，哦 AB 已知。AB 呢 ？F， 那我现在只要求高，以这个钢底嘛，我现在只要求高了，这个我叫做 G 好了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可以啊，高求出来的话，我就可以求面积，因为 AB 底知嘛。好，那这个我叫做 Y 好了，好，为了方便。那这个60度嘛，好，那现在那这45度啊。那这个我叫做 X 好了，那这个如果 X 的话，那这也是 X 啊，所以这也是 X。然后呢，这如果是 X 的话哈，这是一比根号三嘛，哦，这是30度嘛，一比根号三，所以这是根号三分之 X。好，那这一段 AB 是根号一加根号三嘛。也就是说哈，两个把它加起来 ，x 抽出来，一加根号三分之一，这个等于根号一加根号三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x 的话就等于多少啊？这是根号三分之一加根号三，哦，这等于这个嘛。那 x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是根号三哈，乘以这个一加根号三，啊除以一加根号三，这是 x 高了，啊底的话是吧？底的话是这个根号一加根号三，啊所以面积哈等于多少？面积哈就是等于底嘛，底就是一加根号三开根号，乘以呢？那个底层高是这个，一加根号三，分之根号三哈，乘以这个一加根号三，这样子，好，再除以二，那这个是根号一加根号三，根号一加三嘛，组合起来就平方嘛，啊跟它就一样，所以这个就约掉。所以是剩下二分之根号三，所以答案是二分之根号三。